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妍果然还是很善良啊。不过我已经嗅到了绝望的气味呢。你这家伙为什么到哪里都跟着我们？我也不想啊，可杨家村就这么一家客栈了。罢了。哟，这么早急着去干嘛呀？明知故问。果然是无法袖手旁观吗？真是个不坦率的人。对了，我叫左诗渊，就算只是暂时的也请你们多指教了。我叫碧文。我叫山哥。是昨天的几位客官啊，昨夜休息的可还好？还请里面坐。不必了，其实我们是有话对姑娘说。啊，对我说？没错，姑娘可否介意不说话？哼，见着女人就这副德行。总比你这种嘴巴讨厌的好一百倍。请问是关于昨天晚上你和那位男子之间的事情？本来不想惹人注意，没想到那么难看的样子被看见了。我们可不是过来笑话你的，只是有些事情这位道爷比较在意。虽然多管闲事并非我本意，但若是有妖物作怪，我就不会袖手旁观。妖物？昨天我有从姑娘你的身上感受到隐约的妖气，尤其是在你说那些狠话的时候。妖气？我的身上吗？而且那些都不是你的真心话，对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大家不太一样。不一样是指其他人都只能真言？一直以来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真假。假如传闻所言属实，那么紫渊姑娘能说违心的话的事实就是违背常理的情况。果然是有什么东西在搞鬼吧。我倒是曾经有从师父的嘴里听说过一种能够控制语言的妖怪，不过他们生性喜爱和平。你说的是炎灵吧？通常那种弱小的妖怪单单只是生存下来不被其他妖怪吞噬掉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不要啊。他们不会主动惹事才对。请不要拿我举例子。这也只是通常情况罢了。你所说的传闻里也提到过某个事件开始杨家村的人便无法撒谎了吧。有趣，你是想连着村子的历史都一并挖掘吗？未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吧。这种现象本身就不正常，只要是妖物作怪就必须清除。不正常也只是于你而言吧，村民已经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了多少年你根本不了解，你这样一意孤行也太自以为是了。好，是吗？假设你是这里的村民，永远只能说真心话，就不会感到羞耻。你也只是在说风凉话而已，少女处在这样的角度也会感到很苦恼吧。没有指望你能帮忙，但奉劝你最好不要妨碍我。无怨。